做埋啲楼同啲招牌，咁五六十年代嘅旧香港嘅。我又着成咁，唔通我穿越时空翻咗五六十年代？双双，双双，双双。做咩啊？我救翻你，你仲揾枪指住我？你咁恩将仇报嘅？你假仁假义啊！贼喊捉贼。吓？喂，有冇乱嚟啊？喂，喂，你点啊？喂，喂，龟仔，执到未啫？我有呢条铁线撩，呢次仲二到七一定得。哎呀！喂，陣間執到之後咧，攞公廁爐沖一沖水啊，費事冤崩難臭。喂，得未啊？得啦，你唔好嘈啦，我仲急過你啊！咩仔叫我揸架電單車去接佢啊？我遲到我死得添啊！有咁論盡跌支槍來㗎？你新嚟嘅，要你做你就做啦，咁多聲嚟做乜啫？得啦。咩啊？我同啊。哎哎，架车系咪你嚟噶？系啊系啊系啊！喂，借你用下，救人啦！好，嚟嚟嚟！咁啊，彪哥揸咗我嘅车，我冇车接啊！咩仔我死得噶喎！你唔借架车俾彪哥，你死得仲惨啊！喂，你自己溜啦吓！喂，你去边啊？呢度咁多牙医，实有新医嘅。医生啊，有冇医生啊？救人啊！发生咩事啊？凤姐，你哋识佢噶？凤姐点解伤得咁重噶？你哋系佢边个啊？华龙彪，你唔好诈傻扮懵啊！大城有边个唔识凤姐噶？带凤姐去黄医生度。行开啊！佢流好多血啊！我担心双双，阿文，你哋个凤姐佢有生命危险啊！华龙彪，你今日入得大城，你冇谂住行翻出去。嗱，呢位兄弟，我救翻你哋个凤姐，你仲咁样对我，咁系咪恩将仇报先？讲唔通噶！我唔理你救佢定系害佢，呢度系福隆体啊！冇一个差佬够胆行入嚟。三，凤姐点啊？
唔好大碍，唔好同佢讲咁多啦。大家听住，同我劈死个龙虎哥报仇。冷静啲，有事慢慢讲。杀！停手。凤姐是华探兵带回来的。是。今天小情大戒，放他走。放他走？炮哥是他买空杀死辛苦哥的。不可以放过他的，炮哥。谁买辛苦哥？暂时我还未确定到，就有个探长死在寨城里面。即是公然挑战香港皇家警察。我哋寨城想太平都几难，今日我哋俾个人情佢，需要嘅话就要去还翻呢个人情，咁咪仲好。唉，揾翻架车啊，真系。彪哥，点解会喺里边噶？吓，喂，寨城嚟噶吓，咁差佬走入去即系送死嘅啫喎。我哋成班兄弟啊，等紧你去天池啊，翻出嚟啊！你个伙计嚟打救你啊！今日我就俾面埋你个伙计。你要记住，系你争炮哥一个人情。如果你再踏入边度半步，我就要打横行翻出去。走啦！我落车嚟，哎，慢慢慢慢啊！哇，系阿华生，阿彪哥，点会一个人走去寨城嗰度噶你啊？好在我架电单车二型咋，我咪揾下揾下揾去寨城嗰度咯。如果唔系你一个人入去啊，随时俾福隆嗰班人啊，连骨都抡埋你喎。话说话啦，而家咩年啊？猴年咯。咁即系咩年啫？丙申年咯。唔系，即系公元几多年啊？阿彪哥，你咪鬼玩我啦吓！我已经成日差馆啊，俾永星嗰班友仔点到我陀陀令噶啦！你叫咩名啊？哎呀，彪哥，你系咪喺寨城嗰度吓到傻咗啊？我叫袁盔，你唔记得咩？啊？袁盔啊嘛？系啊，行啦，行先。哦。各位 YouTube 的观众朋友，我是吴子密，我是张景纯，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channel 收看 TVB 精选剧集精华。还有英国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最新新出了一条专门为你们而设的 YouTube channel TVB Jade UK， 将今年最精彩的剧集带给你们，记得 subscribe 啊！